我们感受到的问题是别人没有办法说出他的心声。像有一次我同学跟我聊天的时候，他说他上有一位同学上次帮他打扫，但是他都不敢跟那位同学说谢谢。于是我们帮他想了一个办法，就是写卡片给帮他打扫的那位同学，让他们可以知道那一位同学的心声。我们的想法是利用各大通讯软体写卡片及他人转告。为什么使用各大通讯软体不行呢？因为有些同学他没有可以通讯的软体，那为什么不能使用他人转告呢？因为有一些事情是很私人的，如果被他人知道可能会去被八卦。最后我们所要选择的方法是写卡片来让他人知道另外一个同学的心声。会教他们自制卡片，最后再写卡片来让他们说，让他们写出想感谢的话给感谢的人。签下代名，表示支持活动。